起来。什么？我要吃东西。嗯。起来啦，我饿了。什么？我不要煮中餐了，天天煮。不要中餐啊。你今天休息，我不要煮。不要中餐，你要怎么？我要看你煮西式的东西。西式啊？嗯。西式什么东西哦？西餐啊。西餐啊？嗯。对。什么？拉花。拉花。拉花 OK。拉铁啊。刚我一个朋友约我。朋友。刚开一个咖啡。然后。想去拍他的咖啡。你每天讲车，以为自己很厉害这样。我煮东西 OK 啊，拉花我没有试过，可以 try 啊。拉花你一定可以。我可以 try 啊，厉害的嘛呀，一定可以啊。他讲你可以去他的咖啡玩啊，顺便帮他打一下广告嘛。嗯，这样 OK 了，走了。嗯，对、okay。这个就是那边了、啊、我现在进去学拉花了，没有在等着你哦。好，谢谢啊。 OK， 好，来，哈喽，嗨，要学拉花哦？是跟你学对吧？对、哦、但是我是本身是没有学过如何怎样拉花的，没关系，但是因为我很厉害一组中餐，但是我没有做过西式的东西，所以 OK， 我进来先了哈。可以。好，在我身边这位就是 Again Cafe 的负责人啦。这样今天你要教我做拉花。对。所以其实会难的嘛？因为它有分简单的拉花跟最简单是哪一种？就是 Love Shape 咯。哦， Love 是最简单的哦。我以为 Love 是最难的，不是不是。Love 是最容易的。最容易的。OK， 那这样我们的目标就是做好 Love 啦，今天。OK 啊。所以开头我们要做些什么东西？其实我有点紧张，我没有玩过这种啊。你拿东西 ，OK OK， 牛奶，这个叫什么 ？Picture 啊， Picture, 照片啊 ，PITCHER。哦、oh, oh, ，明白 ，OK。我还要准备什么？这个就是你的 steamer。Steamer OK， 这个就是那个喷烟的，我知道。我什么东西还有？对，咖啡豆，对，那一边。这个是咖啡豆会搅出来的，这个拆了放进去对吗？对。OK， 这你示范一次给我看、啊。我示范一次可以。啊 ，OK， 可以。我、哦、这个我每次咖啡店都会听到人家打那个东西，这个是洗它。对，要确保里面要干净跟干，要不然它会影响它的咖啡。那个豆好像臭了这样子啊？没有、啊。酒了吗？酒了不是臭咯，那干净。OK。这个还要称啊？我的方法就是每一个都要称，所以它的每个咖啡味都 consistent。哦，不会说等一下这个好像高一点，那个好像薄一点这样啊？对。明白，好的。放进去，哦，还要这样多？今天我的 calibration 是18 gram。多少？18 gram 啊？我这个18.7怎样？就一点点就要拿掉。哦，拿出来。嗯、出来一二这样子可以啊，不会搞一点啦。不会超过3就可以了。这样压下去，压很大力啊？要？没有很大力。怎么要转它、啊？这叫做 damping polish， 它就会滑。如果它不 even 的话啦，你出来的咖啡也是不。味道不 balance， 对。我那咖啡酱都被炖了。对。OK， 然后插进去。对。它可以打出多少 gram 的咖啡呢？可以打出很多，可是你要几十 shot， 这个就是关键。这样如果你就是人家所谓的 one shot、two shot、double shot 那种这样的东西。这个就是 double shot。啊，这个就是 double shot。如果我放两个小杯的话，就是 single shot， 就是分开。哦。这样如果加 shot 的话是怎样呢？看你要加 single 的话，我就分开装哦，够加那一个给你哦。明白。嗯，我这样少而已啊，出来。30多 gram 其实是蛮多了。Okay, 是咯，18 gram 按30多 gram 很搞哎。对。这个又再拿出来。OK， 这个就是你的 espresso shot 了。这个就是这样搞的啦。OK。好， okay. 然后现在我们准备奶。你要拉花？你要我先拉还是你？你拉，我看你拉一次先嘛，看我。OK。学习能力有没有那么强？可以。然后倒奶。这个用之前你就要确保它，它不要给它塞啊，因为有时奶会塞，我听过。你也是破懂啊！我懂了，这些东西一点点啦，略懂。要在上面的。这个
它声音就是吱吱吱声，就是它在做 foam。如果没有 foam 的话，你是拉不到花。拉不到花吗？对不对？对。要拉到几多呢？你不知道了，知道了吗？我现在这个是 more to like flat white foam。其实他们是要test 那个温度的是吧？有，如果你开始学的话，最好是70度。哦。好像如果我们习惯了， okay. 我们用摸一摸就知道了。OK OK， 好，把空气炖出来了。对。哇，这个是关键了。它的牛奶 ，OK， 直接拉了，开始拉了，就推，然后你要看，你就拉高，拉高，然后 ，OK， 这最简单哦，哦，应该是 OK 了，应该是 OK 了 ，OK 啊 ，OK， 第一个步骤，哎，洗个手先，来。现在我们第一个步骤要做什么？先拿这个出来。没有了，要开始之前要做一下摆凳的。OK， 这个拿出来，过后敲，倒掉，这样子啊，敲啊 ，OK， 它就下去了。OK， 明白，然后开水， okay, 按这个开水给它洗，倒掉下面去啊，要倒掉，对，倒掉下去，这是烧水来的，烧水来的，小心，不要弄得很，这样子，然后要抹干净，对 ，OK， 然后，过后就你要放在，放在这边，放在这个，你要量先，哦。OK， 就零了啊，是八 gram。你按这里啊？对。哎呦，出来了。是8.7，我们就多了一点点了，是不是？一点点。哦，他帮我拔了，挤好。你学染发几久了？真正学的话是用每天一杯，念半年。八年了。对。我一天就要。没有半年了，所以一个月。哦，一个月。又半年又一个月，你是来的。你一定是很多个初恋的。没有。OK， 这样推一下它 ，OK。OK， 过后。这样子。对。对吗？然后。压下去。压了，然后。你要多一大一点点。OK。转它。转它。OK。可以，过后就可以拿下来。哇，美美啊！你看，美吗？看啊，镜头。哇 ，best 啊 ！OK， 套勒进去，拿这个 skill。好，要选一个杯。选哪一个杯啊？黄啊，黄，黄 OK 吗？对啦。OK， 30多个人是吗？30的时候你就按。哦 ，OK， 好。哎，太多了嘞，可以啊。可以啊 ，OK， 好，我们把它拿出来。这个就是什么？叫做什么 ？Espresso shot 啊。对 ，Espresso shot。OK， 倒奶进去。对，倒奶。要几多啊？你倒我奖品。哦。OK。过啊。嗯。OK， 这样子开始之前，拿关。慢一慢的。对。快拿出来。对。OK。这个 angle。哦、okay ，然后开。要几久呢？我们是 feel 它的热度。哦。OK， 可以关。这个时候，这个要慢一慢，然后慢一慢。然后推进去。推进去。然后再 push 一下。OK。这样子啊，对啊，然后我们拿出来那个奶要这样子哦，对，是不是？因为有泡泡嘛，所以你就要夹一下。那耳朵这边要像自己哦，对吗 ？OK， 这样子啊。嗯。OK。对了，你要转它。OK， 停。过后你要推那个风出来的时候，你要大大力推它出来。哦。大力推。啊，差不多。有了一点点啦，一点点啦。哇，不错了嘞，Not bad 嘞，人生中第一杯是不错了。看到没有？我人生中第一杯 Villain Choice 咖啡就这样诞生了。OK， 很好，非常好。然后大力推，推，一直推啊，一直推着它，差不多了。哎 ，not bad 呢。你推另外一边。推另外一边这边啊，哎不能了，太大力了。哎呀 ，but not bad 啦。Not bad， 可以啊。哇 ，consider not bad 了这个。不错啊，第一支是
人头，然后第二只是第二个是鬼脸 ，OK 了，不错了啦。其实有那个 pattern 了是吧？我只要再 practice 多一个三五杯就差不多出来了。OK， 所以我们咖啡今天就做到差不多了啦。但是我问你一样东西，这边有东西吃吗？有。有点肚子饿，这样你大概每一样给我来一份哦，差不多招牌的。可以、因为我们很多人吃饭嘛。OK 啊，可以啊。可以。OK， 我们先 OK 了，出去了。OK， 好，食物全部到了。这个这一份是什么？这个是 grilled chicken chop。哦， grilled chicken chop， 这样这个呢？这个是 again chicken chop， 他们的招牌。招牌是那个。那这个呢？这个 fried chicken chop。fried chicken 这个有什么酱这样子的哦？那个 spicy mayo， 他们的自己做的。哦，看这个呢很。麻辣 spaghetti。哦，这个是他们著名的。哦，麻辣，麻辣，我麻辣 spaghetti 你有吃过没？没有哎 ，spaghetti 麻辣，麻辣火锅吃过这个呢 ？carbonara 哈 ，OK， 好，所以我要吃哪一个先？他们特地摆到这样子的，我是来拉花罢了哦。然后为什么这样子？摆到整个像夜配这样子。哇，真的，特地啊，他们很特地啊，特地特地。哎，跟你讲，你信不信我可以用手吃完这些东西？不信，不信就拿几根叉来啦。拿叉来啦，你给我汤匙跟刀哦。烟网不能用了，这些，哎，那个汤匙放旁边先。我觉得这些全部东西都不用汤匙处理了。麻辣先。Again chicken chop， 招牌招牌。哦、oh, okay. ，因为你先吃麻辣的话，你就吃。吃不到其他味道了，看，因为麻辣很强啊，最后吃。Again 先，我们先重来几盘。好吃吗？不要这样夸张，可以吗？哇，这个好吃，这个真好吃，这个真的这个味道不同。我没有跟你们开玩笑，它的那个腌制的那个香料很多、啊，可能，好吃。但是我还要吃其他的，所以等一下，所以这个一定要叫，它用来腌制的那个香料啊，很不一样啊，我不能讲，真的好吃，你们一定要试这个 fried chicken chop。哎，这个多少钱呢、啊？19，哦，这个才19 ，OK。很大片嘞。是哦，外面也是差不多这种价钱，我知道。但是有这个 spicy mayo 的加持就是不一样。哇喂，里面还 juicy 哎！你们真的要来试一下。Yeah. spicy mayo， 对啊。脆吗？最重要是听到那个声音。哇，这个好吃，不用辣椒酱都可以。今天我们这个布局就是一个三鸡两面。怎么你这样粗鲁的 ？OK， 这个就是牛筋跟肉。它的 grill 也是腌制，非常入味，不是跟你开玩笑。可以吃好美吗？很美啊。OK， 三个鸡巴吃完了。哎，那个鸡巴我跟你讲啊，它的那个 grill 啊，那煎到那个微焦，咬下去还是脆的。哇，这个卡布拿拉不是用那种罐装那种，而是用那个去自己弄的，放蛋黄那些，一看就知道了。我们之前会煮的吗？西餐，开玩笑没？不要以为我只是会煮中餐，西餐我也是会。卡布拿拉吃进口，吃多不腻就已经赢了。OK。它没有很重的奶味，所以还用 bacon 的油去弄啊，整个都是 bacon 的香味。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这个是真的是 bacon 的香味，好吃。OK， 我
们要吃重头戏哦，哎，真的不错吃了，全部都没人介绍吃啊，没有难吃，有难吃的话就看下一个介绍。OK， 再来我们吃这个麻辣，这个麻辣呢，它就有这个，你看啊，它的所有那个灯笼椒啊，这个叫灯笼椒，全部都是切条的，代表什么呢？代表它是给，因为它要做给你们吃面嘛，吃面如果切四方的话，你怎样吃呢？或者全部掉完，那它就切条咯，切条你就可以跟面条一起吃下去了。还有再来bacon啊，跟那个麻辣全部一起炒在一起，不懂啊味道是怎么样？第一次吃哦，麻辣是bacon的，兴奋，嗯，有点像中国麻辣那个火锅汤底，放进去这个面里面一起炒，一模一样，那味道也是一样，口感那个嘴巴出来的感觉也是一样，那种慢慢微辣微辣起来的感觉，麻麻的，嗯，对啊。那个我们刚喝了吃了这样东西，麻辣麻辣底这样，这时候喝一下水啊。这是 Freezy 柚乳柚子茶。柚子啊，好料的柚子。这个是柚子，然后再来这个红色的是什么？Berry Paradise。Berry Paradise， Berry 天堂哦，但是有里面有 strawberry， 我看到也有其他水果这样的东西在里面。有点 antibiotic 的味道。如果喜欢 berry 的人肯定很喜欢这个东西，它 berry 味很高哦，好过雷宾纳味。这个哇 berry， 这个 berry lover 一定要 try， 它有一点点酸，然后带一点点那种 berry 很强的味道。 OK， 最后一个我们喝的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没有在美妞里面，我们特别泡给你。哇 ，Special Order。Nutella。这个是 Nutella 哦，好料啊！哦，这个 Vegan Special。OK， 如果各位如果想要喝到这杯东西的话，就是它是 Nutella 泡成有点像 smoothie 这样子，冷的 chocolate 掺 Nutella 掺牛奶，然后打泡。绵绵的整个感觉，很像他们讲的西门奶茶，但是变成 Nutella 啊！你们来的话，你们跟他讲 Villain Special 就可以了，是的。哇，它有那个 Nutella 后面来的那个香味啊！所以我跟你们讲啊，如果你们要来啊，可以叫这个 Villain Special。嗯，啊，你看啊，这种红人都会来这边吃东西，看到吗？不要开玩笑 ，JB 来 KL。对啊，各位啊，如果我们想要来这个 Again Cafe 这边吃东西啊，很简单的、啊，它在这个 Chelas 180这个 Chelas Trader Square 这边卖了，很简单的、啊，你只要在那个 Waze 啊、Google 啊打 Again Cafe 就跳出来 ，Aircon Chef 对面，妈妈当隔壁，各种详情啊我会放在上面的 link， 然后你们就记得过来一次这样子，记得一定要叫他的这个 Again 鸡扒，重口味朋友 confirm on， OK， 再来这个炸鸡扒 ，Spicy Mayo 一定要叫，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麻辣 spaghetti， 如果你还没有 like 我 Facebook 的话，记得 like， 还没有 subscribe 我 YouTube， 记得 subscribe， 这样子我们下次见了啊，拜拜。